大家有冇周圍見到有啲人喺個潛意識個深層裏面覺得唔開心啊、煩惱啊，覺得被人拒絕啊，啊覺得咧啊各樣嘅問題出現？嗱，首先我自己分享咧，我係一個潛意識裏面咧係曾經受過好多壓制嘅人嚟嘅。咁因為細個家庭嘅問題啊，啊當我家庭啊我細個屋企嘅時候有分店嘅時候咧，我跟住冇幾耐咧就開始有夢遊同埋發惡夢，就係咧就起身就即係其中一次咧就咁嘅。咁我半夜醒咗，我係完全即係好似夢查查，但我睇到我父母喺度嘅，但我好似冇乜感覺，佢哋都未瞓覺。咁我就起身咁去刷牙啦。咁我爸就話，即係就鬧我，佢咧就好多時用嘅方法就掟個枕頭埋我度。咁咧，但係我只夢查查咁起身唔係刷牙做咩咧？咁即係其實我就夢遊緊嘅。咁呢個就比較輕量嘅夢遊啊。咁但係後來最嚴重的一次咧，就係我係啊喺啊大學嘅時候咧。我咧係發夢起咗縫牆，但起完縫牆發覺我企喺入邊啦，又跟住咧我就好驚啦，起完縫牆企喺入邊咪即黑掹掹咯，跟住我就用力打落去，一打咧嗰縫牆嗰啲牆唔係好似我啲硬牆，因為唔係喺香港嘅，係臨一打就穿咗個窿，結咗我係要賠嘅。咁咧就即係我曾經試過咁樣嘅噩夢啊，啊喺嗰陣時嚟講我好驚有啊。即係啲嗰啲退休會啊嗰啲嘅，因為咧退休會有時咧，我食嗰啲又唔同，瞓嘅地方唔同咧，我就會發惡夢會嗌嘅。咁呢個就係以前嘅情況，但係而家神咧可以醫治我，可以釋放我。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深信，我哋嘅潛意識係可以得醫治，而潛意識係難搞好多嘅。原因點解？因為佢入咗深層啊，即係入咗我哋嘅裡面，入咗我哋嘅記憶裡面。嗱，咁潛意識同埋意識個分別係乜嘢咧？意識就是我知道的東西，我看到的東西。很多人正常的意識是正常的，即是他懂得普通說話，懂得跟人聊天，懂得幫人，懂得關心人，甚至懂得傳福音，懂得幫人的靈命，甚至懂得講道，他的意識上是 很正常的。但他潛意識可能很多壓力，可能講到哎呀，人都不喜歡聽，哎呀，我講完道會不會有些人不喜歡我講道呢？或者跟人交往的時候一直想著不知道他喜不喜歡我，即有時我們會有這些潛意識在個裡面，就會很多時潛意識就在夢中出現的。如果你的夢中是發現有一些驚恐的情況，或者是見到鬼啊，或者是覺得很離心啊，即有些很害怕的經歷，這些都可以是我們即個潛意識未得到醫治。如果一個人潛意識得醫治，他的人是會很輕省的。其中一個形容咧，我太太佢真係咧好輕鬆嘅。佢譬如有時我約佢去拍拖啊，去邊度啊，咁佢咧好似小朋友咁啊。你知點解我今日咁開心啊？咁即係好似個小朋友咁樣。咁我就話俾你聽，因為我今晚約你啊嘛。咁佢咧就會好，即係佢又會繼續好開心。咁有時喺路上行嘅時候，佢好興奮；有時佢行下彈下跳，有時啊，即係我哋去邊度，咁佢又會好開心。咁我又跟住佢兩個一齊咁啊，兩個一齊彈下跳。即係咧，其實我哋可以咧個潛意識係好健康嘅。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由一個潛意識好沉重嘅，慢慢釋放，變咗做一個潛意識咧係輕省。咁嘅時候咧，你就會心裏面冇壓力，係最好嘅。即係真係咧，做人都做得開心好多嘅。如果潛意識有問題的時候有什麼表現呢？我們一起讀一讀好不好？第一，易受傷害；第二，容易負面；第三，易懷疑人；第四，為己辯駁；第五，難信神愛；第六，多作惡夢。就是說他很容易受傷害，很容易負面，很容易懷疑人，那些人是不是落了毒啊？那些人是不是害我啊？還有很容易為人為自己辯駁，當人哋講啲咩嘢想佢改善嘅時候，佢就會解釋，佢會辯駁，佢唔會接受。第五咧就好難相信神係愛佢嘅，然後咧亦都係多作惡夢，就係咧個意識同埋個潛意識啦。個潛意識受咗傷害啊，喺裡面咧，即係話經歷咗好多次嘅傷害嘅時候，裡面沉流存留咗呢啲咁樣嘅傷害喺裡面。咁聖經都有講到呢個潛意識裡面影響我哋嘅。咁當然聖經冇用潛意識呢個名詞啦。在箴言十七章22節一起讀下，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哇，即是個心靈憂傷，個骨頭，即是那些身體的內臟，也都包括整個人裡面會枯乾的。大家有沒有留意，有些人他不開心，你看他的面容是枯乾的，他人是不開心的，他眼神是沒有精神的，
冇開心嘅，咁呢個咧就係佢個靈好似枯乾咗咁樣樣。嗱，神就係嚟醫治我哋。咁我借先，我哋請啲人分享，就係話耶穌可以咁神奇啊，係咪啊？耶穌係好神奇，一齊講，耶穌係好神奇噶，好奇妙噶，佢真係會醫好我哋嘅潛意識噶。好啦，跟住箴言十四章三十節，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攪攔。即係如果人嫉妒嘅時候咧，佢又見到一個人佢唔中意，佢好似嫉妒佢嘅時候咧，佢嘅骨頭可以攪攔。咁呢個講到身體啦，亦都係講到個心靈，成個人咧，成個人都唔掂當嘅。總之凡係負面嘅感覺存留喺度，就會係一定有傷害性嘅。好似掃羅，聖經裡面舊約裡面嘅掃羅，佢就因為佢一路嫉妒大衛，結果咧佢係即係咧係即係佢嘅收場係好慘好慘嘅。佢裡面咧就結果咧就招惹邪靈，招惹邪靈咧就帶嚟好多嘅好多嘅問題。咁我哋一睇得到，原來咧即係真係任何嘅唔好嘅嘢唔處理嘅時候都好有問題。而好多時啊，的而且確係咁嘅。大家諗一諗自己同埋別人，有冇發現咧？唔開心嘅時候咧，好多人咧第二日都係唔開心嘅喎，第三日又唔開心嘅喎。好多時咧就未必話我點可以釋放嘢。哎呀，那個人真係衰啊！點解會咁樣對我嘅咧？哎呀，真係好煩啊！真係好難搞啊！即係個傾向咧，係停留喺嗰個困難裏面。呢個係好多人嘅傾向嚟嘅。好少人話我放手啦，算啦，唔好計較啦，我可以靠主起落啦。即係好多人咧，未必會咁樣做法，因為人嘅傾向咧係會捉實嗰啲唔開心嘅嘢，就會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即係真係知道原來咧，真係負面嘅思想同埋情緒留喺心中係可以。佢一路沉淀喺裏面咧，存留咧係好慘嘅，因為我都試過，我知道沉淀喺裏面咧嗰種嘅痛啊！我試過痛到點咧？夜晚咧醒咗，個心會好似有把刀吉喎，係冇真係一把刀，但係覺得個感覺好似有樣揞住咁嘅感覺。但係神可以釋放我哋嘅。箴言四章廿三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因為我哋嘅心係好緊要嘅，即係個心咧。佢嘅果效係影響成個人，你嘅心起落，哇！成個人得福。咁呢度三幅圖畫，呢、這個小朋友俾人扭耳仔，你可以好簡單嘅，佢一陣間佢又走去玩。但係如果佢放喺心上，佢可以一路都唔開心，佢嘅心就一路裝住呢個唔好嘅經歷，或者俾人拒絕，或者心裡面憂愁，一路唔處理嘅時候係可以好，即係好淒涼、好痛苦嘅。咁我哋就好想，因為耶穌嚟到係醫好傷心嘅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並且咧勞苦擔重擔唔可以得到安息。你想得到安息同埋釋放啊？你相唔相信可以啊？係可以嘅，但係過程有冇發覺有啲困難啊？有冇發覺啊？唔容易喎，潛意識係唔容易處理嘅。咁啊，但係咧有方法嘅。咁我今日一間會講到。嗱，首先講個過程先嚇。嗱，我哋一齊讀，即係一步一步嘅過程一齊讀啊。人傷害性嘅話同埋行動啦。首先人傷害我哋，第二。受落的傷害，跟住咧沒有徹底處理，然後咧重複入了深層的記憶，然後咧成為潛意識的一部分。就係話咧，當一些傷害冇徹底處理，而重複入咗去，譬如話嗱，好多時事情會重複嘅喎。點解咧？譬如有個人佢同人交往唔好，嗰啲人見到佢唔想同佢傾偈，見到佢避開佢，佢一次受傷，第二次見到又係唔睬佢。第二次又受傷喎，或者有時喺學校有啲人咧特別中意笑某啲人喎。喺我中學嘅時候咧，同學好中意笑我嘅。咁啊，喺其實過程中咧係真係有唔開心嘅，即係喺裡面咧係令到我好唔開心。咁即係裡面都反覆思想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咁如果冇處理咧，就會入咗深層嘅記憶啦。咁我感謝神，當時我係雖然我未信耶穌，但係咧我就會一轉身咧我就話啊開開心心咁啊，但依然當時我係有噩夢嘅。即係話咧，我有處理一部分，我即係點樣咧？有啲人唔處理咧，可以去到咩位咧？甚至讀緊書都話：哎呀，我唔想翻學，我唔想見啲同學啦。有啲父母都咁問我啫，我唔想見同學。我有啲人咧就將自己鎖喺個房裏面。咁但係咧，我出到去我依然係好開心嘅。但係我唔知道裡面深層係有呢啲嘅問題。咁而即係呢啲可以成為我哋潛意識嘅一部分，係神好想釋放我哋嘅。好啦。首先我們要明白潛意識很多時候有些歪理，即是說有些負面的想法在我們裡面影響我們的。那譬如呢，我們覺得要被人喜歡，被人喜歡就很開心了。有時
我哋啊細個嗰時都會見到有啲好靚嘅女仔，尤其有酒粒嗰啲女仔咧，嗰啲人咧好中意讚佢，啊好靚，好得意啊咁啊，咁咧嗰啲其不過嗰啲其他嗰啲冇酒粒嗰啲咧，冇咁靚嗰啲咧，個心就覺得點解成日都讚佢，點解冇讚我嘅咧？即係個心裏面就覺得。即係覺得失望，咁好想都俾人讚下，俾神中意下，咁呢個都係一種歪理嚟㗎。喺神裏面，我哋有神嘅愛，如果我哋期望人嘅中意，有時真係會失望嘅。咁同埋要成功啦，尤其人哋話你要讀書讀得好啊，你要考試考得好啊，要有錢啦，要叻過人啦，大聲教我最有力啊！即係好多時人哋會信咗啲歪理，咁嘅時候咧，佢就會又跟埋人哋大聲教我咧，佢嗰啲。憤怒又越多，人哋嗰啲憤怒入佢裏面嘅，同埋咧唔順利就要煩惱，好多人都信呢樣嘢喎，唔開心就梗係煩啦。哎呀，我真係冇心機啊！哎呀，我唔想傾偈啦，我翻屋企啦。即係有時人咧就會選擇，佢覺得好正常啊。我唔開心咧係正常嘅咁，同埋咧為自己最緊要，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梗係要爭取我嘢啦。咁但係爭取嘅時候一定有失望，失望嘅時候就會有傷害啦。同埋不及人就冇用啦！哎呀，即係好多時人咧就會讚啊，啊邊個隔離鄰舍佢考試考得好睇，你考試啊成日都唔合格嘅咁，咁佢覺得自己冇用啦。同埋好多時人亦都會覺得神好遙遠啦。嗱，諗到神咧都有兩種唔同嘅諗法嘅喎，兩個極端，一個極端咧就係話唔係極端啊，去到一邊咧就係、是。哇！神真係好啦，神真係好愛我噶，好開心，快樂，哈利路亞咁就有神咁嘅樣。但另一個極端，另一邊咧，嗰邊就真係極端啦。哎呀，神咁遠噶，神都唔幫我嘅，神唔中意我嘅。咁呢一種咧，即係呢一個呢兩極啊，有好多人喺呢種嘅情況咧，佢就會積聚對神嘅負面嘅諗法。基督徒都有喎，好多都覺得神都唔愛我嘅，神都唔幫我嘅，就會積聚一啲唔好嘅嘢。好啦，咁而家我會講一講一啲嘢影響我哋噶。第一樣被人控訴同埋責備影響，即係人哋控訴我哋、責備我哋啦。咁咧，人哋有提議嘅時候，就覺得佢控訴我哋啦，就令到我哋咧就好驚同埋發嬲啊！即係話有人，即係個後果啊。當人哋控訴我哋嘅時候咧，就會被控訴得多咧。當有人話啊，你試下嗰樣嘢改改啊，好唔好啊？呢樣嘢轉一轉啦，即刻覺得哇，佢又唔中意我啦。佢又埋怨啦，佢又投訴我啦，咁嘅時候咧，有啲咩反應可能就驚啦，同埋咧容易發嬲啦，同埋會同人對抗嘅。咁被情緒控制咧，即係另一種情況啦，就係、是、你睇嗰啲小朋友，呢、這個抱住個籃球仔嗰個小朋友好唔開心。細細個嗰陣時開始，佢有唔開心嘅時候，佢喺裡面咧鼓起拋氣，唔識得點樣釋放。唔識得點樣處理，小朋友係唔識噶，係需要父母教嘅。但係父母冇識得教佢，冇話冇教，冇喊，冇叫。你入房冇出聲，冇嘈，或者咧由得佢失控，由得佢喊，由得佢叫咁嘅時候咧，亦都係造成佢任性啊，佢嘅情緒控失控啦。咁嘅時候咧，到大個咧，佢又用另一種嘅方式出現嘅，即係情緒，佢嘅裡面啊裝滿咗唔開心，就要有情緒出現。咁佢咧就會點樣後果呢？就係、是、一齊讀一讀啊！習慣情緒爆發，用情緒控制別人，習慣不處理情緒，讓情緒掌控生命。其實好慘啊！當一個人如果被情緒掌控，係我哋真係見過好多人咧，係食即係唔係好多有啲啊，食緊精神藥。佢由咩開始呢？佢由煩惱開始嘅，煩惱開始呢慢慢都頂唔順啦，開始要食一啲即係減壓嘅藥，越食越緊要，慢慢咧變成咗情緒病，又再嚴重變成咗精神病，即係有啲嚴重嘅就係佢會幻覺或者咧係有好多即係奇異嘅經歷嘅，咁呢啲都係即係情緒失控。第三種咧就係自卑感啦，考試唔合格。爭一分嘅時候咧，唔單止人話佢喎，佢自己都覺得好差喎，即係就入咗佢深層啦，總係覺得自己冇用啊、失敗感啊，而佢又會好勝心強，佢好想叻過人，我要叻過人，我要好過人。自我嘅膨脹咧，即係話我要乜，我要乜，我要做乜，我要想要得到乜嘢，我嘅説話係咩，我意思係乜嘢嗱？呢種嘅自我膨脹有
有啲書咧講到 the strong-willed child， 有冇發覺有啲小朋友咧，大家都試過喺公共車啦，你發覺咧有時幾個即係父母啦，同埋阿嫲咧一齊氹個細路啊，個細路做咩？喺度攣個地嗰度，硬係掹佢唔起喎，佢硬係喺度黐住個地下軟曬。即係細細個咧，佢發現一樣嘢，就係佢用佢嘅發脾氣咧，屋企人全部會就範，個個喺度氹佢。其實越氹佢就越知道得戚，佢越知道佢能夠控制。即係一個咁嘅強烈嘅意志嘅人，點樣去改變咧？咁咧就當一個細路仔一路強烈意志，大個可以變成點咧？呢幅圖畫啊，大家應該睇得到係咪？咁咧就喺一個地方咧，就有兩個人企喺度，一個企一個跪喺度。咁呢個企喺度嘅人咧，就將紙喺前面，佢就話咧：求好心人咧俾錢，我要買一個 UV 包。咁而咧右邊一個咧就求$8咧。八元錢咧就吃飯太餓了，咁啊兩個人喺度啊喺度求乞，咁咧即係擺上網啊啲人擺上網，即係其實好搞笑啊！即係佢冇嘢食，咁啊求乞好似正常啦。但係呢個咧就要買個 UV 包 ，UV 包為乜嘢咧？梗係炫耀俾人睇啦。咁為咗炫耀咧，佢要丟面喎，佢要企喺人面前求乞喎。咁咧就嗱呢個係一個極端嘅例子，即係話人當佢成日想得到嘢嘅時候。多數人就不是用這個方法，他用什麼方法呢？找一個有錢的男朋友，有錢男朋友送給他了，但他可能會犧牲他自己的身體。人可以會這樣做一些這樣的事，就是說原來當他的自我控制那個人的時候，可以帶來很多的問題。另外就是人際都是一個 很影響我們的，就是當我們小時候被人影響，就一路可能一路深層受影響了，覺得自己沒有人喜歡啦，不敢跟人交往，沒有人愛我，神愛我，那個時候可以成為一個 loner， 即是一個孤單者，是沒有朋友的。那我現在講出問題，我不想大家停留這個問題，我說死了，我是這種，我是這種，那怎麼辦呢？那我想說就是你一天好一點點你就會改善，你一天好一點點就可以了。那現在聖靈是可以幫我們進步更多的，那你就說我一天好一點好一點就越來越好的。而我們要了解一件事，就是這些潛伏的問題影響整個人的，是沒有走雞的。但是呢沒有走雞，我希望你不要怕，而是說 我想得釋放，我可以得釋放。我們一起讀一讀影響什麼，由左邊上高左邊讀起，免疫、消化、心血管、腦部、皮膚、呼吸、荷爾蒙、排泄、肌肉、神經，即是全身每一個系統都受影響的。你有沒有發覺一不開心即刻吃不到東西，即刻不開心，即刻呢即很多問題。當你長期有問題，有些人很敏感的皮膚，即是皮膚可以造成問題，即是全身都可以造成問題的。而不處理負面的潛意識的時候，生命又會被拆毀。即我想鼓勵大家需要處理的，就是當我們人被什麼影響呢？我們一起讀，由一路讀過來。人的控訴、負面情緒、自卑感、自我膨脹、人際問題、健康問題、惡夢、生命破碎，就整個生命有問題。咁所以我哋知道係需要處理。其實呢一篇道係俾大家去知覺同埋知道開始點樣去醫治，即係唔會話一下子全然嘅處理。嗱，呢啲問題都係借先講嘅問題，但係就可以喺夢境中出現翻啦。大家有冇試過發夢考試唔記得咗讀書啊？嗱，有好多人試過嘅喎，喺讀書嘅時候試過。我曾經有個人跟我講，他幾廿歲喎，佢話我都幾廿歲都唔使考試啊，都仲喺度發夢，唔記得考試，唔記得預備考試，就係呢個入咗夢境啊，即係有啲懼怕嘅嘢咧入咗我哋嘅裏面啦。OK， 喺呢度咧，我會再將即係話各樣嘅影響講出嚟嘅，被人控訴同責備帶嚟咩後果咧？一齊讀一讀嚇，覺得自己不吸引，怕別人講自己的缺點，想證明自己好，缺乏安全感。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即是可以帶來經常被人控訴的時候，經常覺得自己不及人，就很想找方法證明，又沒有安全感。而被對不起啊，好了，當我們被控訴和責備，我們怎樣處理呢？我想說處理第一樣是處理思想，稍後我先說靈裡面的處理。因為思想不改變，就算靈裡面處理，譬如這樣，有個人很憂傷，很多煩惱，那就找我們祈禱了，鬆了，我舒服了，他就以為我回家就沒問題，怎知回家又見回家人那些不好的面口，
跟住又發現追完翻。所以咧，處理唔係淨係祈禱嘅。嗱，我哋感謝神喎，祈禱真係會好輕省喎。不過淨係祈禱，佢唔識得處理嘅時候，個問題仍然存留。所以我一定要處理我哋嘅思想同埋生活，同時有聖靈嘅處理，聖靈嘅能力臨在，聖靈係好奇妙嘅，真係嚟到即時就感動。我哋最先都係喺祈禱嗰時啦，都係有不同嘅人嘅感受到神嘅臨在，係好真實。我時時都睇住呢樣嘢發生嘅。我今朝我去宣教，然後我今又翻嚟嘅。喺祈禱嘅時候，亦都有人係經歷喜樂。喺呢幾日，我亦都有幾日都有服侍嘅。幾日有服侍嘅時候，我都睇住啲人經歷，係好感動、好開心嘅。亦都有啲人分享話俾我聽，啊，祈禱之後嘅改變。咁但係一定要處理生命。好啦，被控訴，大家會俾人控訴過啊？俾人話冇用啊？好啦，我哋有咩處理嘅方法咧？呢幾個係思維下面嘅經文，我一齊讀一讀啊！我在改善中。神接納我，控訴我放手。嗱，個思維咧幾好簡單咗呢度。其實呢啲思維係大家都可以去思想，你有中學嘅思想嘅程度都可以諗到嘅。即係你坐喺度諗下諗下，你會諗到啊！我俾人控訴，咁我點樣處理咧？大家望住我，唔好望嗰度啊！我俾人控訴，我已經努力緊咯喎，我已經有改善咯。不過佢都係控訴，咁我使唔使再繼續俾影響？唔使啊，我都係努力緊喎。咁神又接納我，我繼續進步咪得咯咁嗱。正常正面咪咁咯，不過人就唔係咁嘅人，即係話你睇下你啊，以前啊30分，而家得60分、70分都未最高分，佢總係睇到未夠好嘅地方，咁咪覺得有壓力咯，係咪？但係如果我哋話我改善咗啦，一陣跟我講，我改善咗啦，我又努力中啊，我已經進步緊㗎啦，神都歡喜我嘅進步啊，咁我咪唔使介意咯，係咪？係咪可以唔使介意啊？基本上就係咁簡單喎。不過好得意喎，人咧喺俾人傷害嘅時候，唔識得咁諗嘢喎。喺嗰時咧，佢諗咩咧？哎呀，佢真係衰啦！點解會咁樣講嘢啊？哎呀，我真係冇用啦！成日俾人話，係咪人就中意諗呢啲嘅？係好少諗，唔緊要啦，可以放手噶。佢講嘅嘢係咪金科玉律咧？係咪一定要信咧？唔係嘅，嗰啲嘢，哎呀，會離開嘅，唔緊要嘅，我轉身可以唔使理佢嘅，係咪基本上可以咁諗啊？不過人咧又好得意喎，又唔係咁諗嘅喎，咁所以我哋要學習嗱呢幾個三點好簡單。我喺改善，我都努力緊啦，神就接納我，咁控訴算啦，唔緊要啦咁。我一齊讀一讀經文啊，羅馬書8:33，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咧？有神稱他們為義了，即係話神都稱我為義，咁仲有邊個控訴我咧？咁人哋控訴我唔使介意啊。嗱，不過有控訴我哋最多嘅係邊個咧？我哋自己喎，真係話你衰啦，你衰成咁，又俾人話你，使唔使咁樣講啊？唔使，我哋習慣多啲欣賞下自己。你進步咗咯喎，嗱，你而家同自己講，你進步咗啦，你改善咗啦，你努力中啊，你好乖啊，神好歡喜你啊！嗱，咁嘅時候咧，咪正面咯。不過係人係咪個個都係咁諗嘢咯？唔係喎，人唔知點解中意餵埋啲垃圾俾自己食嘅喎。咁我哋應唔應該餵垃圾啊？唔應該餵垃圾，應該餵多啲好嘢，係咪？好啦，下面啦，4:2，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咁咧就係話我忠心咧就得啦，一齊講啊！我忠心就得啦。嗱，我試過咧喺侍奉，我發現一樣嘢，討神喜悅容易過討人喜悅。因為聖經裏面話啊嘛，所求於管家是要他有忠心。我真係有努力有忠心，咁我就話我真係有努力有忠心，神歡喜。但有啲人總係會批評嘅，我就覺得改善呢樣，佢又話第二樣嘢唔得。所以咧，其實做牧師係可以好大壓力嘅喎，可以嘅。不過我咧已經決意唔再俾啲影響㗎啦。就算咧，我哋譬如咧聚會好少，我起初我哋開始呢個聚會只係2月嘅啫，今年2月開始，我就諗。如果是幾個人，我哋咪幾個服侍隊一路操練一路建立咯。幾時有人嚟，幾時有人嚟？我心態咧就係放手，唔緊要嘅。有幾多人嚟就幾多人嚟。個心態咧就輕鬆。但我以前唔係咁諗噶，好大壓力。有冇試過啊？你做嘅嘢冇果效，好大壓力。咁嘅時候咧係好慘嘅，真係好辛苦。嗰種壓力咧，嗰種無形壓力可以係我哋自己加嘅，係可以好辛苦，係會令到我哋有噩夢嘅。咁但係咧，感謝神，神好簡單喎，
攞投資管家，你終身就得噶啦。你終身，你努力，你就讚自己，欣賞自己。阿利路亞。好啦，被情緒影響有咩後果？一齊讀啊！被情緒控制，不能做到想做的事，不喜歡自己，情緒影響人際關係，生命失衡，係咪都會咁啊？情緒化嘅人咧，就好容易被情緒控制啦，做唔到佢想做嘅事，因為點解咧？佢發猛疹、發脾氣，佢做唔到啦。跟住會唔中意自己發脾氣嘅人唔中意自己喎，我成日都發脾氣做，即係明明要同嗰個人交往，而家又發脾氣，炒我啲事啦，同埋咧又影響人際關係，變咗咧生命失控。嗱呢個就係情緒嘅影響啦。好啦，咁呢個就係個回應啦。嗱回應都好簡單，一齊讀一讀嚇。神必照顧我，我不用愁煩，不需介意人。嗱咁大家哇咁乜咁簡單啊？就係話嗱，我哋情緒有時擔心啦、憂慮啦。猛整啦，人哋一切嘅即係人哋影響啦，我哋又唔緊要，神照顧我嘅，神幫我嘅，就係咁簡單嘅啫喎。其實神照住我哋就搞掂。約伯記，大家如果你有睇過約伯記咧，講到佢受好多苦，咁最後咧神向佢講説話，神咧就唔係話嗱你唔好煩啦，你信靠我啦，神冇咁樣喎，神就臨在佢身上，臨到佢嗰度。然後他就開始改變了，他就看到神的美善，原來有神的同在，我們看的跟了神的方式，那個人就說神照顧我，神看著我，他就輕省了，即是神不是跟他說很多道理，神的臨在改變了他。所以我們就說你每一次祈禱，哇有平安，感謝耶穌，有喜樂，你試試讚美，即使我們讚美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開心平安，你回家你都試試跟一些敬拜的詩歌，你都可以網上找敬拜而業牧師，你就看到我很多的敬拜，那你就在那裡投入，你就在耶穌愛我，多謝耶穌，多謝天父，一直想著耶穌在這裡，我真的有敬拜，好多時候會很感動又很開心，那神的同在照顧我，我不用煩，我不需要煩，我不用煩的，我不需要介意人人對我不好，不需要介意，當然有更多的意念，不過我只是講簡單三樣的意念可以幫我們處理，咁呢個可以更多嘅，即係譬如話呢個人嘅問題，我唔需要介意。佢都係成日都向人都發脾氣，咁佢都向我都發脾氣，我唔需要咁介意嘅。啊，呢個係佢嘅問題，我有錯我認錯啦。咁即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處理嗰啲情緒。而我嘅情緒亦都會接受一樣嘢，有事情唔開心，我哋會有情緒嘅。不過問題我係咪繼續俾佢影響？嗱，譬如話你俾人炒魷魚啦。咁我哋就會一定會有情緒嘅，唔開心啦、煩惱啦。咁問題喺嗰陣用翻呢度，神會照顧我。而家我份工，不過神會為我開翻路。咁我就信靠耶穌。咁不過可能嗰陣好難啦，因為啱冇一份工，俾人炒魷魚，又覺得好失敗。但係你日日將呢樣嘢入心啊！嗱，我講到呢個心靈嘅醫治、潛意識嘅醫治，係要讓神嘅話與神的安慰每一日入心，我自己我告訴大家，我每日都不斷去宣告，由我起身，耶穌愛緊我，多謝耶穌，感謝耶穌，耶穌會興起我，耶穌會祝福我，讓我是充滿力量，即是我由早到晚我時時都在這種狀態，一發覺有什麼負面的，我立刻在即讓神的話與神的同在入心，我發覺只有神的話語可以醫到我，可以更新我，冇一樣嘢可以得嘅，所以我掹神掹得好緊嘅。當越掹嘅神跟好緊咧，佢又更加同我一齊喎，又更加祝福人喎，一祈禱嗰啲人又得安慰喎，係咪非常好啊？咁所以咧，就算你俾情緒影響，你都話耶穌幫到我，一齊講耶穌幫到我嘅，我唔使煩惱嘅，我願依靠神，神會幫我嘅，神會醫治我嘅，釋放我嘅重擔嘅，我唔需要介意人哋做乜嘢嘅，我唔需要煩惱嘅。一起讀加拉太書五章22節，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聖靈的果子帶來仁愛、喜樂、和平的。還有呢，以賽書30章15節，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慰，所以當你很煩的時候，站在這裡是有方法幫你靜下來的，多謝耶穌放鬆鬆涼，感謝耶穌，當你想平靜而且你想睡覺睡得好，你祈禱你就不要很激烈，你就平靜，耶穌你真好啊，多謝你，哦耶穌，
哈利路亚，你个心谂到咩音，你就唱咩音得噶。哈利路亚，主啊，我的心被怀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路谂住耶稣啊，托我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平稳安静，我每日都掹住耶稣，我每日都鍾意耶稣，我每日都享受耶稣，神的同在就医治我所有心灵里面任何的不开心的自我膨胀。其实任何时间我觉得我要乜，我想要乜，我要做乜，我人家不鍾意我，成日都是我呢，又怎样可以得医治呢？因为这个我呢，有時人都是會感覺，很多人有什麼煩惱，你沒有做什麼，你沒有做什麼，經常都要求人怎樣的。那一起讀一讀，自我膨脹是怎樣的，潛意識是怎樣，我想要的最重要，我的意見最重要，我用情緒控制人，別人都要聽從我，不贊成我就是敵擋我，我做事要比人強，即是都是我，因為我很強的時候，那個人就會受影響的。好了，怎樣可以改變呢？一起讀啊！神的心意計劃最好，自我咧，我嘅自我咧破壞我的生命，放下自我更大福氣啦。咁好簡單喎，就點樣啊？當你成日都想買一樣嘢，個心好急好急，好想買嘅時候，或者你好想做一樣嘢，但係嗰樣嘢你知道唔啱嘅。譬如有時人喺戀愛中啊，好想得到呢個異性，而嗰個人咧係唔適合嘅，個心就好急好急好想，有種壓力啦。好多人勸佢都勸唔到嘅，咁你就喺個心話：神為我預備咗，天上為我預備咗嘅，嗰個人就唔得嘅。嗱，當然喺嗰個時候佢好難嘅，但係我哋平時慣咗咧，神嘅計劃係最好，我走唔甩嘅，佢走唔甩嘅，佢唔會走咗去嘅，佢會為我預備。只要我先求佢嘅國同佢嘅義，佢就會嗰啲祝福就嚟。佢神嘅心意最好，而我堅持我嘅意見咧，反而會破壞我的生命。我就抌低自己啦，唔好諗自己嘅嘢，放手啦。去親近神啦。好啦，馬太16:23啦。當彼得要叫耶穌唔好去釘十字架，耶穌話咩啊？撒旦，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哇！原來咧，體貼人嘅意思就係俾撒旦用喎。即係你越體貼自己，我要自我膨脹，我要點樣叻，我要點樣好過人，我要點樣被人尊重。這個咧就已經俾撒旦留地步嘅。咁嘅時候咧，個生命就破壞。所以我哋就話放低我的自我，更加平安嘅喎，唔好介意。我發覺有啲人咧係好介意人哋點對佢，越介意咧就越容易受傷害。但有啲人話我都接受人係咁嘅，就唔緊要啦。我用一個簡單例子，去餐廳食嘢啦。咁有時有啲侍應唔係咁好態度啦，假設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好激氣嘅喎，佢就會喺成圍台咧就會講啊，你黑個侍應嘅，有冇搞錯咧？但有啲人。佢係咁嘅時候咧，咁我哋講第啲嘢，呢啲唔好傾嘅，講佢啲有咩好傾啊？有冇發現兩種人嘅？有種人咧，佢一見到事情唔順利，佢就會發猛疹，講好多好多嘢嘅。但有啲人，呢啲唔開心嘢唔好講啦，講第啲嘢啦咁。即係話有一種人就係佢好睇重佢自己要得到乜，當佢得唔到，佢就好唔開心嘅。咁我哋都留意下我哋自己嘅自我係咪一個膨脹嘅程度。另外就自卑感啦，即係好多時都會覺得自卑。我冇用啦，我唔及人啦，我冇價值啦，冇人中意我啦，我唔能夠被提升。嗱，我想講咧，今日信息你係用時間消化，唔會咁快吸收到。咁我哋會放喺網上嘅。咁放喺網上，你日日去反覆思想，留意一下你裡面有啲乜嘢影響緊你，然後咧點去處理。咁我哋即係我哋都係會即係而家比較省略去講嘅。咁而我哋自卑感咧就點樣處理？就係神睇中我，神有奇妙計劃，我係寶貴嘅。我不需要跟人比較，很簡單喎。不過很多時人就不是這樣的，哎呀，我沒用啊，我蠢啊，我不及人啊。咁你就嗱呢個入咗呢種心態咧，就個人就成日自卑嘅。但你成日都話我是被愛嘅，我是寶貴嘅，我是重要嘅，我有前神俾我有好好嘅前路嘅。咁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就會越嚟越覺得自己寶貴，就唔會嘅自卑感咧就會離開。其實我細個係。有自卑感的，雖然我讀書是很厲害，我全家學校小學呢是經常都考頭的，但是呢
在我裏面咧，依然即係我自己覺得不吸引。好多時咧，同人傾偈嘅時候咧，會驚人哋唔接納我。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有時我講嘢會點樣咧？我有時講句説話講到半路咧，就唔敢講，因為咧，因為我屋企又係冇人聽我講嘢嘅，所以我驚佢唔講咧，所以我講到即係驚佢唔聽我講嘢，我就講到一半咧就冇興趣，即係唔敢講落去啊。喺我後生嘅時候係咁樣嘅，但係神可以改變我，將我改變，讓我知道我係寶貴，我係重要，我亦都好想幫人。你係重要嘅，你係寶貴嘅。咁而呢兩個經文都係講到神揀選預絕嘅，如果你就算係預絕嘅，神會興起你嘅。同埋咧，神咧，我心裏有計劃，已經寫咗喺冊上噶啦。可能人際問題都係影響好多人嘅，就係咧，人唔中意我啦，我喺人嗰度受好多傷害啦，我好難同人相處啦。我冇信心同人傾偈啦，我太多唔好嘅嘢啦。我想講俾大家知咧，我自己第一個太太就已經識龍歸主啦。喺我識佢嘅時候，佢一樣嘅改變我，其實唔止一樣嘅，佢好幾樣改變我。第一樣嘢佢話，佢話你同我傾偈嘅時候望住我，我以前冇呢個習慣嘅，即係冇呢個信心傾偈嘅時咧係唔知望咗邊度嗰陣時，即係我都唔記憶，因為太耐之前嘅事啊。但我記得佢同我講。佢話：你試下望住人啦，講嘢嗰時望住人啦。即係我嗰陣時咧係冇呢個信心嘅，同人交往冇呢個信心嘅。咁但係神都可以咁樣改變。而我發現咧，我越去同人傾偈，我發現原來人人都有呢一種嘅懼怕，即係某程度上有一種懼怕，同埋唔敢同人交往，缺乏自信心。其實人人都需要鼓勵嘅，人人需要俾人認同你係重要，你係寶貴。嗱，你同隔離都講你係重要嘅。你是宝贵的，神看重你的，神在你心里有奇妙计划的。即是当一个人时时在这种负面的里面，他就会很不开心的。好了，当我们觉得自己没用，人际问题有什么呢？三点很简单，一起读。若无人爱我，神总爱我，我不需介意負面人，我可以祝福人，建立人際關係。三點好簡單啫，冇人愛我，神都愛我嘅，我唔需要介意嗰啲負面人，因為總有人負面嘅。同埋咧，我可以祝福人，越祝福人咧就越多朋友。我發覺咧，即係越幫人咧係朋友，我個朋友滿天下嘅。其實我喺網上好多人揾我，同我去嗰啲地方嗰啲人都繼續揾我，就係我心祝福人。咁我接觸不同嘅人，我都係。你見到我咧，我唔係傾，即係希望啲乜嘢，我就係想祝福。咁我希望大家都係祝福人，你就自己得到祝福嘅。好啦，咁如果我哋要醫治點樣咧？嗱，大家睇下呢杯水啊，我唔知睇清唔清楚，係污糟水啊，變做乾淨水容唔容易啊？唔容易。唔容易。嗱，我哋嘅心咧，好多人就係好似污糟水咁嘅，變做翻乾淨水喎。如果要醫治，需要咩改變？三樣嘢一齊讀下。與神的關係、價值觀、思想、情緒、生活方式，嗱就係同神關係，因為神嘅同在會改變我哋，同埋神俾我哋好多佢嘅教導，神嘅靈感動我哋。第二咧就係價值觀啦，因為你睇重乜嗱，好多人細細個冇人愛，於是佢成日都想掹人愛，成日都希望即係捉實人。有啲女啊，我諗大家聽嗰首歌啊，你啊。嗰啲歌詞我唔記得，大意思係咁啊！你話俾我聽你愛我咧，就算你講大個都好啦。你話俾我聽你愛我，即係你話俾我聽愛我，等我舒服啲。即係其實好缺乏愛，但係總之你假都唔緊要啊！你總之講句我就舒服嘅。其實就係人需要愛，但係我哋有神嘅關係嘅時候，有神嘅愛同埋價值觀，我睇重咩？睇重神，神嘅最穩陣，神係咪最穩陣啊？神嘅愛係最穩陣嘅。神的愛是不會改變，但是人的愛會改變。所以你捉實神呢，你真的凡事蒙福的，你又自己開心，你為人祈禱人又開心，你又幫人又開心。那也都需要我們的思想和情緒和生活方式改變。如果不改變，天天都是這樣想那些事，你怎樣祈禱啊？讚美神，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回家又想回那些人真是壞了，這樣不好用。所以是需要全面性的改變。三樣一起再講一次，與神的關係、價值觀、思想、情緒、生活方式。而很重要，我鼓勵大家正面思維，每日進步 1%， 100日就 100% 了。那難不難？難。不難，進步 1% 不難，為什麼呢？你本來很負面，今天哇稍微正面了，感謝神，那你就怎樣呢？跟我一起講，
感謝神，我進步咗些少啦，我正面咗啲啦，我開心咗啲啦，我識得感謝神啦，得唔得？嗱，雖然仲有好多唔開心，不過進步咗，咪繼續進步咯，係咪啊？當你留意嗰啲冇進步，係咪會好大壓力啊？但係進步就算做得好少，我哋都係進步緊，繼續進步咪得咯咁樣。嗱，而且我想話，當你真心跟從神，你唔會1% 進步，你可以好快嘣一聲跳，可能跳咗30%，你即刻個人鬆咗啲咯喎，咁你繼續保持。同埋咧，進步慢緊唔緊要啊？唔緊要，欣賞自己嘅路，呢個好緊要啦。你發覺我成日都話欣賞欣賞，嗱，好似耶穌好正面喎，彼得快要否認耶穌，耶穌話咩啊？我因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之後要堅固你嘅底，非常正面。耶穌冇話你有冇搞錯，你咁我跟咗我三年，睇我行咁多神跡，你知道我係基督，你仲係否認我係基督嗰、那個？你咁樣有冇搞錯？你仲要否認我？耶穌唔係咁樣喎，耶穌好正面，係咪好正面啊？真係耶穌同好多人講嘅説話係非常非常正面嘅。同埋咧嗱，即先講到神同在咧，就是、神嘅超然嘅同在帶嚟咩呢？我哋就睇黃色嘅字，醫好傷心嘅人，報告被掳得釋放，安慰一切悲哀嘅人。赐华冠以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原来神就是这样，祂的同在真的很好的。那我们同埋我和我的团队很乐意为你祈祷，让你可以经历到神，而得到医治的秘诀是心意更新，即是思想你要改变。而这里是讲出一些思想是很有帮助的，大家一起读啊。深信神的爱，让神的爱医治。深信神所赐的超越伤害的破坏，即是说伤害多少破坏，神比我更多。跟住第三啦，深信神会提升我的价值，对伤害放手，不介意痛苦就减少，即是唔紧要噶，放手唔好介意。跟住咧，怜恤和饶恕伤害自己的人，重建自我形象和生命。其实唔系好复杂嘅啫。深信神好爱我哋，神会俾神医治我哋，神俾翻我超越一切嘅，同埋深信神会提升我嘅价值，我价值会一路提升嘅。人闹我咪算咯，嗰啲说话都老咗唔知飞去边度啦，闹完咪算咯，唔紧要嘅，丑过鱼过都唔紧要嘅。嗱，我曾经有一样嘢咧，喺我心中咧好多年我都成日谂翻，系咩事呢？我喺中学嘅时期，我未到。即係17歲啦，我哋可以即係打 junior 嘅打比賽啊！我係打壁球嘅，我係好大可能可以贏到冠軍嘅。但係當日嗰個老師話俾我聽：，你識唔識去個地方？我以為我識，結果我去錯地方，結果我冇出現到。我諗翻呢件事諗咗好多年，點解咁蠢？點解嗰日會咁？點解唔問老師喺邊個位置？即係有時人咧就會咁啊，一啲嘅傷害就會唔放手啊。但係，其實那隻銀杯就算拿回來又怎樣呢？有些銀杯我都贏了，現在都拿不到回來，贏了又怎樣呢？即真的有多大呢？其實最重要都是贏了個杯，即是放手，不要緊，失了機會就失了。但如果我一輩子都是這樣想的時候，人總會想回我就不要緊，即是對傷害放手，還有連率傷害我們的人，重建我們的自我形象，而每天祈禱親人神呢三個祈禱，恩典嘅祈禱，成日宣告神愛緊我嘅，一齊跟我講啊！神愛緊我，神關心我嘅，神建立我嘅，神祝福我嘅，神陪住我嘅，神幫緊我嘅。嗱，你翻我祈禱好多時咁講噶，耶穌你真好啊！耶穌你喺度服侍緊我哋啊！耶穌你喺度醫緊我哋啊！攞走我啲煩惱啊！嗱，呢個就宣告神嘅恩典作為，然後跟住咧，我哋就愛慕神啦，感謝神，親近神，我需要神嘅，神啊，我掹住你啦！我喜歡你的，又互動的祈禱，這個是很有幫助的。互動祈禱，一邊祈禱一邊相信神喜悅。當我們親近神，神歡不歡喜啊？歡喜。所以你祈禱的時候一路感謝耶穌，多謝耶穌，一路說神現在很開心的，神笑到見牙不見眼的，神在天堂很開心的，見到我這麼喜歡祂。如果我們單純喜歡祂，不是做表面功夫，真啊，神啊，你真的好到家靈，一起跟我說，神啊，你真的好到家靈啊，你真的好到不得了的，真的沒有人好像你那麼好的。嗱，你真心說啦，神在天堂，好開心啊，你們這麼相信我，好喜歡，
嗱，當我哋祈禱都係咁樣，因為好多人祈禱就係、是。神啊，你都不知道聽不聽我祈禱嘅，你都不知道愛不愛我嘅，你幫不幫我，我哋就會有呢啲疑念。但我成日都話，我一親近神，神係好歡喜嘅，我個心就鬆啦，個心咧就輕省啦。咁希望大家成日都係咁。嗱，呢三種嘅祈禱係好有幫助嘅。又做呢個醫治嘅禱告，重複做呢個醫治嘅禱告，點樣呢？禱告翻到去受傷害情景。嗱，呢個咁你話？咁醫傷害同醫治呢個潛意識有咩分別咧？潛意識我就解俾你聽，嗰啲過去嘅傷害入咗深層。醫治潛意識其實你傷醫治處理嗰啲現在有嘅傷害、過去嘅傷害。當你一步步醫治你嘅潛意識就一步步得醫治。即係總之，你喺神裏面得到平安輕省，你嘅潛意識就一步一步得醫治。嗱，我哋譬如醫治一個個別事件。我們上個星期講到創傷得醫治，醫治一個創傷的經歷，譬如曾經你被人鬧過、被人傷害過，甚至有離婚、有什麼其他事情發生，我們醫治一個獨立的事件，可以那件事得釋放，每天去宣告不要緊的發生了，我放手啦，神愛我的，神醫給回我的，神會祝福我的，一路醫治個個別事件，那的時候這件事不影響你，但還有其他的，即是說我們將整個的內心世界全然改變成為一個好像清水在神面前是輕省的，讓我們進入一個即是在神裡面好像天使一樣做人。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我們個人沒有一個人去得到這麼完美的，不過你越接近就越開心，而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你說哇原來這麼好，那時候沒有了罪性情，去到天堂直情就哇真的輕鬆了，真的好得緊要，真的好到不得了，哇原來這麼好的，那時候你就哎呀我應該早點帶多些人來，為什麼我不帶多些人來，真的天堂好到不得了，因為那裡再沒有重擔和煩惱，我的心態就是希望我們個個都完全被這些人醫治，將我們的心層你看到些什麼都醫治了。大家有沒有想過見過一個遊戲，就是呢一個洞有個動物的頭走出來，跟住你就拿著個錘仔，跟住呢它一突出啪啪，我想說就是我們的潛意識一出現有些什麼東西出現，有些什麼煩惱即刻處理，即刻處理，咦人家一說上我即刻激親，為什麼會被他激親呢？因為我介意人說的話，因為我看重人，我可以不用不介意，我為什麼不介意呢？不要緊，因為神接納我，神看重我，我可以放手，就是這樣，即其實你有智慧的，不過首先我們知道我們被什麼影響，我原來人說的話被他激親，因為我介意他說的話，因為我希望人說好的話，但人世人是很少說好的話，所以我知道，那我就說我看重神跟我說的話，人跟我說的話怎樣，在世界上有時你遇到好朋友是你的恩典啊，是福氣來的，但有時遇不到不要緊的，不死得的，這個世界上的而且確是兩樣人都有的，是吧？甚至可以說不好的多過好的，但是不要緊，我一知道咦我被人影響，我立刻處理，就是這個就是重點，那你就可以處理每一件事，就是怎樣呢？一起讀啊，禱告中回到受傷害的情景，深信耶穌當時已在並定義要醫治，求耶穌向以前的自己說話，自己也向以前的自己說話，對傷害放手，信自己不是慘，體恤和饒恕傷害自己的人，就是怎樣呢？回到個情景，深信耶穌已經在這裡，他定義醫治我的，求耶穌向我以前的我講說話，然後你又向以前的我講說話，怎樣？求耶穌呢，耶穌啊，你跟我講說話，我以前真的很害怕很慘的，於是神的靈就感動你的，那如果你收不到，你就用聖經的說話跟自己說了，耶穌好錫你噶，耶穌睇重你，耶穌要興起你噶啦。而家呢一陣，你試下就領受我呢間説話。嗱，你黑埋眼，耶穌好錫你每一個，耶穌知道你啲苦噶，耶穌想醫好你噶。耶穌話：我一定醫好你噶，你一定會輕省噶，你逐步逐步越嚟越輕省噶。我好睇重你，我好錫你噶，我見到你改善，我好開心噶。我歡喜你親近我的，即是說你用不同的方法向用 代表耶穌，還有你自己現在的你向以前說話，我看回這裡，然後對傷害放手，
就是、我信我自己不是慘的，我可以看出傷害我的人，所以我能夠饒恕他。還有呢，睡覺之前輕輕鬆鬆你就睡得更加好了。這幅相，因為我這個攝錄機是很好的，這個攝錄機它是自動會拍照的，所以有時拍到我講到的時候拍到我很開心，但如果人拍照拍到的，你的輕輕鬆鬆即是你祈禱的時候睡覺之前，哦耶穌愛我，這個會幫你的潛意識得醫治的。每一晚睡覺之前，耶穌愛緊我啊，耶穌祝福緊我啊，耶穌陪住我啊，我真係有福啦，哈利路亞。咁樣咧，你嘅人就會越嚟越平靜，同埋瞓覺之前唔好諗咁多嘢，輕鬆唔緊張係有幫助嘅，唔使唔緊張嘅，唔緊要嘅。俾人激親，輕鬆啲啦，哈利路亞，喺屋企笑下，哈利路亞，感謝耶穌。有機會去有啲山頭冇人嘅地方喺度大聲呼叫耶穌啊！你釋放我啦，我好自由嘅，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咁咧，而醫治就會由意識進入潛意識啊！即係日日都耶穌真好啊，感謝耶穌，耶穌陪緊我噶，日日慢慢咧就進入個潛意識裏面，慢慢個人就改變啦。早早飽得神嘅慈愛，一生一世就歡呼喜樂。即係話逐步逐步，你嘅潛意識得醫治，你嘅夢境得醫治。但係呢樣嘢我哋接受人唔係一下子改變到。但你改變1%，你就感謝神。嗱，我想問大家喺呢一陣聽到有冇覺得啊可以喎？我有啲咩問題要處理喎？我可以嘅喎。咁我希望大家咧，即係留意我哋嘅方法其實幾樣，留意自己咩問題，留意嗱，一陣間我留意我有咩問題，我被咩影響，又用聖經嘅觀念處理，就係我而家俾人鬧完，我俾佢影響啦。我就聖經觀念就是神話不緊要的，這些傷害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耶穌身上的，我就不用介意了，又親近神了。三點就一起講一講，留意我什麼問題，用聖經處理，親近神，就是這個德性五步曲。我拿出三步了，德性五步曲大家記不記得，留意留意。第二就是破壞性，心信破壞性。第三聖經觀念處理，一起講聖經觀念處理，親近神，選擇信服。而這個處理潛意識就是怎樣呢，留意到我被什麼影響，我就用聖經，首先的思想改變先的，我不用被人影響，跟我說我不用被人影響，神看重我的，我很寶貴的，我不需要受傷害的，我可以大大發揮的，神見到我就歡喜的了。这就是正面的思想，跟住你就祈祷，让你自己能够一步一步进入平安轻省里面。那这个过程呢，有时是需要长的时间，但如果你越即是被自己松晒出来，这样的时候呢是更加容易得到释放的。在这阵我会用个琴帮助大家，在这阵你试一下放松晒所有的烦恼重担。首先我們先站起身，耶穌耶穌釋放我釋放我，耶穌看顧我，耶穌陪伴我，主耶稣真奇妙，真奇妙。耶稣你真系好，神啊，我哋每一个人总有一啲潜意识嘅问题，我哋总有一啲潜意识嘅问题需要你嚟医治。你在这一阵里的心里面，我们邀请你入我们的心，邀请耶稣入我的心，耶稣我需要你。这里耶稣说我需要，我想告诉大家我一样需要耶稣。
我冇耶穌我都係冇力量，我嘅力量係從神而嚟，我冇耶穌我乜嘢都冇。我感謝耶穌，耶穌真係好歡迎我哋，耶穌真係好愛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冇人好似耶穌，喺呢個世界上冇一個人好似耶穌咁錫我，咁有能力醫治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冇一個人好似耶穌咁徹底醫治我哋。你就同耶穌講：耶穌，我知道我真係需要你。我嘅生命裏面有好多壓力、重擔、煩惱，我需要你醫治我，釋放我嘅靈，使我能明白。嗱，你可以將你啲重擔吹出嚟，釋放我的靈，使我能明白。释放我的灵，使我能真你面，让重担卸下，使我能得释放。释放我的灵，来敬拜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敬拜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赞美你。让重担卸下，使我能得释放。最好，哈利路亚！在你的里面最轻省、最轻省、最平安、最无烦恼、最无重担，在你的里面最平安。释放我的灵，使我能明白你。释放我的灵。使我能赞你名，让重担卸下，使我能得释放。释放我的灵，来敬拜你。嗱，喺呢一阵，你可以谂一谂一样嘢影响紧。有一樣嘢壓在你的心頭，首先我們用神的話語去處理這個思想。譬如如果是人，你就說其實神看重我就行了，我有神勝過有一千萬個朋友，我有神，神會將朋友給我，我不用介意那些人對我負面的人。神会俾翻我，咁你嘅心里面有神啦。我嚟到你面前，我掹住你。其实医治嘅总结一定系翻到你身，然后将啲垃圾清除。我哋可能嬲某一个人，俾某啲人嫌，或者俾啲人伤害，因为嗰啲人闹过我哋，我哋嘅心就重担。覺得自己很失敗，太失敗。我就是以前有我勝過有一切，我能夠將最好的朋友給你。所以你就神啊，我放手，我有些失去的人、傷害我的人，我放手。無論是什麼人对我们的伤害，我就神啊，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你用神的话语处理一些人对你的伤害，或者某些事情对你的伤害，你的潜意识里面有的伤害。
你就用耶稣去释放你。这阵的时候，咩都唔好。
佢喺神嘅面前就有平安，就有安慰，就有恩慈。松啲啦，每日都系咁做，每日都话耶稣爱紧我啊，我唔需要为人烦，大家坐低，我唔需要为人烦，我唔需要为事烦，我唔需要为任何嘢烦，我唔需要为我自己嘅失败烦，嗱，跟住我一齐讲，我唔需要为自己失败烦，我唔需要为人烦，我唔需要为事情烦。我不需要為不及別人而煩，我是很寶貴，我是很重要，我是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哈利路亞，可以真的飛到神的懷中，耶穌，可以很自由。其實我哋有衣有食，可以自由啦。你都冇一個人和親啦，我一睇呢個樣都係豐盛。不過唔知點解就硬係好多嘢壓住，我哋就可以開始係咁樣一步一步得釋放。哦，原來輕鬆咁好嘅，原來咧放低煩惱咁好嘅，唔使計較，就算冇曬啲錢都唔緊要。就算本來有的東西沒有都不用，何況我們不會沒有的，你就不要緊要的，神啊多謝你，神啊我們可以放手，我們可以不介意，我們就可以越來越輕省，多謝天父的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愛，多謝你今天的同在，神啊多謝你，因為你是醫治的神，安慰的神，輕省的神，祝福的神，求主你醫治我們，感謝天父，讚美天父，多謝耶穌，感謝耶穌，榮耀眾讚歸給你，求你醫治我們每一個人心靈，雖然每一個有不同的困難，但神你都一定義去醫治我們，祝福我們，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我很簡單去總括一下，就是神給我的托付是帶來復興，不是為了我益處，我都說不是，我沒有人工的，我這裡是完全義務的，我是只是想在香港和在世界不同的國家興起復帶動復興，而我們帶動復興需要很多人去一起合作，當你有這個心，你說神啊，我們真的需要醫治周圍的人，而我們不是為了什麼得到益處，我們就想幫人，你看到那些人得幫助，神啊我都可以的，我都可以帶著能力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繼續在這裡接受訓練，接受祝福，能夠成為侍奉的人，你就越來越得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和你周圍的人都得祝福的，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是來到得到、安慰一下，而是你成為一個侍奉的人，有很多人經歷聖靈但沒有用，沒有用的時候他只是自己得福，那都是好的，不過我們自己得福還祝福別人好不好，更加帶來更多的益處和祝福，多謝天父，感謝天父，多謝耶穌。